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美，欢迎回来我的方舟生存进化。今天这一集继续我们的 JS CEO 吧。哦，我们这个 CEO 模组呢实在是太帅了啊、哦！每一个《西游记》里面的角色人物呢都非常的霸气啊、哦。除了那个上一集的那个谁，如来佛祖撇开不说，其他我都觉得还蛮帅的啊。啊，上一集呢，我们召唤的这个金角大王真的是帅到爆了，以及就是我们之后最后这个牛魔王。哦，这个牛魔王呢，他手上拿的这个应该是算是战斧吧，有点像刀，又有点像斧、哦、我们就统称为剑斧好了。他就手上拿的剑斧，然后以及在野外啊、哦、发现了那只烈焰嘛，我们也把它驯服起来了，用我们的这个蟠桃。啊、哦，有观众留言说，老头都不能叫蟠桃，那叫蟠桃。好，那我就念凡好不好？欸，是蟠桃吗？蟠桃吧。好，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也有又召唤了这只金斗云，非常的帅气啊，有没有感觉骑上去自己都感觉像是孙悟空了，而且它还会有那个声音。哦，欸，我现在才发现在飞的时候会有金斗云的特效。欸，哇哦，为什么之前都没有听到呢？这次就有听到了，超屌的，而且它肚子饿了。我不知道他吃什么东西的、欸，这家伙吃不吃果实啊？他的食物是零欸，然后他一直不断的是扣血，他这是故意设计成就是限时制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我也不是很了解，而且我这身上、欸、有没有肉？他搞不好吃肉啊？这家伙居然吃生肉了！好啦好啦，我就直接送你个200多个好了，慢慢补，这样才不会饿死。好的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召唤一下这个上一集观众有留言说想要看的生物，好吧？那么我也是开个尬的模式保护一下我自己，不然等一下就直接往生了。好，上一集呢，我看到人留言说，老头，我想看社会哥，没有问题。哦，好多人都留言对社会哥非常的有兴趣哦。哦，我也觉得，好像真的大家都对社会哥非常有兴趣，我自己本身也有兴趣。他前面有一匹马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。这个模组里面的东西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没有，它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跑马，没事，不要理我。好、哦，然后还有人说想要看天魔，天魔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天魔？昨天的影片内容我没有看到天魔啊，有天魔吗？没有天魔啊，有社会哥啊，社会哥是属于 BOSS 那一类型的。啊，有啦，天魔在这里啊，你们想看天魔是不是？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天魔。天魔看完了，我们再来看社会哥，好不好？就这么说定了，来吧，这就是我们的天魔。哦，哇塞，这个天魔怎么看起来像那个？我该怎么讲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像那个《暴风雪》里面的魔兽争霸里面的那一只伊利丹，是不是？还是什么？我忘记了，哪一把剑的那个什么宗师哦，还是什么的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？哇，好帅啊！右键超级回旋转 ，C 键。哦，口臭口臭啊！8000年没刷牙，我用这招练成我的必杀技，臭死你们这些小王八蛋！啊，让你们知道谁才是老大。哦，这个 P 的速度也是很快呢。哦，真的是一眼也没有扎过这样子，而且你看他刀上这个波纹，有没有？感觉就超毒的，轻轻劈一下啊，就算你不死，你也会被毒死，有没有？不过呢，砍一下30万左右哦，这边的生物基本上都一刀一只的啦，这没得比的。哦，这是没得比的。C 键口臭，我口臭可以到40万哦，果然是8000年的口臭啊，不简单不简单啊，果然非常的厉害。果然是8000年之口臭啊！好的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哦，这附近应该没有那个《西游记》里面的，应该是说这附近应该是没有西游魔族的生物吧？目前是没看到啦。哦，想说上一集是直接在我们野外看到一只烈焰吧？这边好像什么都没有。OK， 好，那我把它放回家。哦，它也是可以跳的，而且跳太高了吧？好，把它放在家里面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大家想要看的社会哥，好吧？社会哥是属于 BOSS 类型的哦。
哦，在 BOSS 项目里面的其中一只哦，所以说呢，应该会非常的大只哦。可是呢，我又怕会宕机，所以说我觉得我先存个档之类的好了，不然等下宕机就尴尬了。OK， 社会歌四吧，我们来看一下社会歌这里，哎，不是，是这个 BOSS 这边的。BOSS 这边的社会哥，哦呦，看就一只巨猿的表情，来，大金刚已被驯服，哈哈哈！干，这个也太好笑了吧，社会哥，我怎么突然想要麦卡利啊？左键，我靠，真的社会哥呢，我的天哪、啊，这血量有多少啊？20万，好像20万的样子，左键。左键跟右键的攻击而已。哎，我发现这只召唤出来驯服不能升级，那它也不能点任何的东西，然后它就只有左键跟右键而已。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？就这样子而已啊。C 键有没有功能？没有功能。哇，社会哥，你就只是这样子而已。而且很好笑，他不能驯服特，哎，这一次不能驯服特，我没看错，真的，这次不能驯服特，这次没有做好，我们的社会哥没有做好，哈哈哈，完了，完全没有卵用呢，这个社会哥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哎、欸，吓我一跳，有没有让他突然攻击，吓我一跳，想说我们的天魔怎么反目成仇攻击我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的社会哥，给你们看一下脸，好吧，让你们看一下他的尊容，哇，超煞气的啊！有没有那种哒啦啦啦啦，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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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然后墨镜从上面下来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叼一根烟，哇，感觉就像流氓痞子，超级社会哥，抱歉抱歉，打扰了打扰了，以后再也不敢惹你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各位观众有没有满足？我们的社会哥跟天魔啊都已经出来了，好吧，接下来呢就要让老头自由发挥吧，让老头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老头想要玩什么？来看一下啊、哦，我看看，我想要再看一下飞行生物、欸，哎，我们看一下风火轮好了，来，风火轮 ，What the fuck？ 哈哈哈哈。难道是红孩儿啊？哇 ，amazing！ 干嘛不能攻击啊？这一只血量他妈超多的，但是没有攻击力。那近战伤害是怎么看的、啊？撞他吗？哇，这就是风火轮，没有碰撞伤害。你看他也追不过我。得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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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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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，哇，好了，不玩了，烂东西，哈哈，他只能拿来骑，原来两个轮子在那边飘，他们吓死人了，算了，继续看，可恶，我还以为这是一只生物，原来只是一个法器啊，不要了，不要看飞行生物了，我们看一下沙悟净好了，好不好？搞不好沙悟净超帅的，来，沙悟净，你长什么样子？让我看看，哇塞！等一下，是猿人吧？然后我直接坐在上面，哇靠！佛光普照是不是？哇塞！这根本就是猿人改出来的东西吧？好好笑啊！欸，不过动得还蛮帅，就是了。有没有沙悟净的样子，我是不知道啦，不过这个是已经完全魔改了，终极魔改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来再骑看看，我们还有其他招式没看过嘛，对不对？左键十几万的伤害，然后他一样，他是可以跑步，但是跑超慢的，为什么？你的移动速度这么慢，你就感觉在水中游啊？右键跺地。哦，就一般猿人的右键加一些特效而已啊！啊，劈下去十几万 ，C 键，
烧金。看他又吼了，他又笑，会笑死人，是不是？哇，真的名副其实的笑死人呢！再次，没有啊，说好的笑死人呢、啊？让我笑死你，快点！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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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笑死人这回事，什么东西？干，我要回家了。我还可以在上面这样子，边攻击，边攻击边那个啊。看，我可以在上面拿枪，我还可以开枪这样子，边移动边开枪，有没有屌？哇，这二合一是不是？超厉害，超厉害的。好吧，今天就差不多玩这个样子了。我真的有开始怀疑，不知道自己在玩什么了。我到底在玩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不过没关系哦，各位看得爽就好了。不知道各位看得爽不爽？好，各位还是觉得呢，这个我们的拿这只来贴膜来当封面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是比较好的，算了啊，不管了，反正呢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喜欢我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在下方留言说明你下一集想要看什么，尽管在下面留言啊，让老头知道啊，老头下一集就会把他召唤出来给大家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先到这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